跟你无款啊！你讲做两件简单的代志呢，举手之劳就可以办到。第一，叫他受训啊，但是你受训哦，哎，给你唔通该害呢，会贪污的你唔通叫伊来呢。我讲绝对死刑，我先跟你讲哦，绝对死刑哦！你是那戴宿主迄个，迄免讲，迄个有伊承认了嘛，马上抽出去枪毙，都刷去啊！讲啥？第二点，身份证。教皮国规定41万啦，所以将来后摆台湾人敢那41万尔尔啦，其他拢啥？拢中国人。谁人讲？伊是中华民国身份证，伊是中华民国护照，伊使用台那个中华民国钞票。啊，若要用中华民国钞票，请伊去金门妈祖使用，因为咱台湾人使用正台币。台湾人敢那41万人大未歹呢？剩的拢咱叫外劳来着嘛？对不对？未歹呢，41万，按2300人，其他通通当外劳，因中华民国外国人嘛，你听有无？中华民国是中国人是外国人啊，啊遐外国人拢来做外劳，啊42万人拢免做工课，干那给迄个2300万靠着41万出来人去做工课都来饲咱41万，哎未歹对不对？安好无？赞，拍手。未使哩啦，恁都吼。你拢贪心，我讲你今天就贪心咩？不可以啦！我们要拯救同胞，你别记得。一定讲拯救大陆同胞，对不对？我们要拯救台湾同胞，好不好？好。爱好的拍手，这才是爱拍手啦！我讲吼，恁那头脑拢未清楚，我跟你讲，真正足未清楚的啦。那想讲家己那利益拢拍拢好嘞，害呢？我唔知影要改变台湾人的思想咧。我引人入罪啊！玩弄啊，大人。好啦，我是有意引诱啥？我咧甲你考验讲哦，恁头脑有变啊，无变啊？你看今天无变啊！你中华民国台湾拢连做伙啊，敢不是？小心啊！我后摆讲话吼，你要注意哦。我甲你问的时阵吼，我都会弄入陷阱给你用。我甲你考验啊！安尼好冇？做老师都爱考验嘛，对不对？你无考试用这个甲你考嘛？安尼好冇？爱考100分哦，嘿，好冇？拢好，好，基本拢好，好好，是啊，你好。等下我再甲你考来。那个第三点嘛，1946年3月份哈，中国。军政府啊，违反法则，自1946年3月起到1949年8月，共分成7个梯次啊，驱离323,000名定居台湾的合裔日本国民，并剥夺其全部财产。323,000名日本人，刚才炸1000块的日币，台币等于日本，剩的拢爱棒棒底加好认真。我讲实在呢。你想看咩？所以有偌济人，有多少人发财？武昌街、台北市的武昌街，迄两边拢是日本人诶。所以落尾啊，你啊看武昌街变做中国人伫住，因安那来？因安那抢诶啦，变做因诶啦。台湾人足故意啊，日本人离开嘛，唔敢讲迄间厝无人嘛，唔敢去甲占。啊，中国人占咧拢因兜诶。所以有真济，咱台湾嘛是同款啊，占袂到伊个啊，但伊讲啊，占领不移转主权啊。你别讲你占着着你个呢 ，no， 占着不一定是你个，爱叫法律来啊，足清楚个。你若知影这个法律，你就知影中华民国所做足济工课拢是乌落木的。中华民国是唯一全世界有违章建筑的这款法规。全世界那违章建筑，我伫美国遐久都唔知违章建筑。你要起厝，都要得到迄个执照啊 ，permit 啊。建筑师无迄个执照，伊就袂当甲你盖厝。你要看中华民国很主席的厝，80%拢是违章建筑，全世界无这款型的啦。厝甲你起落去，啊，甲你分做地上权甲地下权，靠迄款分法啦。但是咱唔知影讲迄是唔对的呢，
时间一个久，咱就感觉伊讲的有地有理啊，有分地下地下，靠迄个代志。你无地下权，无土地权，你当然就不能在上面盖房子嘛，足简单的嘛。啊，即马中国人用强拗的，拗久就是伊的不对的。过来，1949年2月28号，中国清政府违反法则，对当时身份仍为日本国民的本土台湾人展开屠杀及剥夺财产。哎，各位，您头牙疼？你的228啦，228是安内发生这么多代志，是安那？迄个时阵，旧金山和平条约还未签呢，还没有签。但台湾人甲遐中国人表态讲，我是中国人，我们也打胜仗。但是占领军中国人，伊无将咱当作中国人，伊的目睭看去，恁这是战败的呢。啊，你战败人会当甲伊示威无？不行。包括今天你都不能示威，我跟你讲，因为你今日是因为是你是中华民国的身份证，所以你用中华民国的国民的身份去改示威，其实是不行的。这样的意志就是命令，所以伊跟你开枪，美国无讲话，就是因为安尼啦。你台湾人唔知影，真正台湾人吼，敢若袂出啥，然后几月迄个阿美皇台唔知。啊，七月半，啊，唔知死活，怎啊台湾人是安尼呢？改自以为聪明啊！哦，我们不要外国的统治者，看你贵，你本来就别人的土地，你不要外来的统治者。其实因讲迄句话啊，是因知影咱讲的啦。伊讲台湾民政府在主张什么啦？咱主张就是讲回复到历史的原点，应该安怎就是安怎嘛，先回去。你后要安怎行才行？啊，无你都唔对的房间，你敢行较久嘛未通？你唔通想讲我都骄傲啦！我跟你讲，国际法来要甲骄傲的，无可能就无可能啦，唔对的绝对无可能啦。所以咱无可能甲骄傲啦，吼、哦。所以这个228吼，228的事情，当然有一部分人是叫太唔知影去。有一部分人是以违法的状况之下，甲你逮捕，甚至呢，无甲你逮捕，无甲你经过审判，就甲你清杀掉去。有啦，有这种的人，无唔对啦。但是现在到今日为止，这久啊啦，民进党执政21年啦，妈，这个单追变移，李登辉13年，21年啦，啊，有得到真相无？无呢？到今嘛四个月都搞不清楚了，是安怎？你最近听人歪讲，他根本就不能谈。为什么不能谈？美国佮讲过啊，你要谈228，你要小心啊。我是军事政府见面，你见面这，我还袂讲完，你袂当讲呢。所以阿扁啊，李登辉，伊拢知影，但是伊不爱讲啊。今嘛上届敢讲是咱呢？咱拢叫法律来，实际上安怎就是安怎。你不能够利用占领军的意识形态，当然占领军他有权利，我甲你讲，他有权利，所以咱行路一定爱行好着。咱逐步拢叫法律去行，伊绝对唔敢甲你安怎。所以今日台湾民政府、台湾政府啊，伫遮生龙活虎，伫遮演讲伫遐吼，伊唔敢甲你。今日咱台湾政府看板甲揭开，大楼甲揭开，你有看无？有无？我甲用 LED 灯呢，足水个呢。我惊伊看无啊，互你暗时嘛看有。安尼有够无？拍手。免烦恼啦，四个我会生气啦。我敢呢，每一卡步拢行较足稳呢。我有十足的把握，因为我一切拢照国际法。啊，有诶讲，这国际法我们不算。啊，你是国际所在，即嘛含中华人民共和国都拢按照国际法，你啥物人唔敢按照国际法？卖讲迄臭屁话啦，迄愈歹，迄拢愈低身啦，愈无胆啦。台湾人一定爱破釜沉舟，爱回到历史原点，为台开始，见经书的书。
我苏某苏的尊严，我唔免叫你美国人，还是叫你什么中国人，我叫法律来。人美国嘛讲，你们按照法理，我们就按照法理来。安尼对啊，啊，足简单诶啊。所以各位，恭喜各位啊，恁拢做后摆台湾政府的大佬啦。这无你有迄张证书啦。哎，恁受训哦，迄、那个礼拜三点半爱翕相啊。礼拜天的三点半要照相啊，你唔通无翕嘛？你嘛欢喜跩，啊！我先去行李行李，等来已经翕过啊。我吼，每一摆过去办好即款人啊，啊，伊外边嘛，歹势，十三届才过来来补翕。你唔能翕一摆，你就要翕几啊摆，翕一摆就好，拢爱翕啦，因为吼，美国拢一个一个解点啊，你后摆要做官一个一个点。啊，有个人吼，过去办先来，出去办无，啊，想讲赖皮。时搞任命的时候，迄任用资格，迄等下弄电脑内底拢有啊。你有初级班啊，补级班哦。你讲高级班没有初级班，对不起，你的任用资格取消哈、啊。你们想要占便宜，我再跟你讲一摆，规规矩矩来啦。因为这法律哦，是一定是整套的东西啦，哈、哦。咱这期嘛袂歹呢，咱这期有迄个叫做，有一个叫陈永兴有啊，医师，高一啦，陈永兴医师。伊伫即个礼拜吼，我那边来上课，甘愿啊啦。伊也要来上课啦，很好嘛，吼、哦。啊，即个也做咱即个咱啥个啥，过迄个也做。我上课你讲诶啥？康林祥，康林祥后期要来上课啊啦。我甲你讲哦，即马愈来愈侪，今日有几下？三块二、三块一、三块三，含咱居民啊！伊讲吼，警察啊，三块一、三块二、三块真悬嘞，很高阶呢。伊讲，恁这对啊？啊，阮来边来上课会使无？我讲恁来，恁唔能叫是第一年嘞。即马在线上的警官也是迄个吼，够侪啊！我讲恁嘛爱排队呢，恁排落去比迄两块一嘞，还是块二较细呢？伊是头前啊，政治伦理来。还有你无？咱在座，咱家在座嘛有现任警官，才考几年尔？三科一、三科二、三科爱排后壁，安尼才有公道啦，对不对？对不对？对。那不爱讲啥物事，你要排后壁吼？要排后壁举手，拢无嘛吼？政治伦理，咱一定要争取这点啊！啊，无人上台来受训的，迄当阵啥啦？迄人真正是吼，我那时候因了唔惊死，对不对？啊，那恁即马吼，唔袂当用唔惊死啦。啊那美国的证明拢了，白纸黑字啊嘛，官方承认台湾民政府、台湾政府啊嘛，什么人敢对你安怎啦？你有看到迄个台湾政府、台湾民政府的迄个承认的迄个公文，你有看无？来拍开我看麦，台湾政府、台湾民政府，迄两个不一样的单位呢？咱这个物件，台湾民政府是伫2010年的10月4号，啊，台湾政府是这个2013年的3月15号，哇！台湾政府，你有看无？啊，有清楚无？有清楚无？白纸黑字，啊，即马白纸黑字啊，啊，即马一挂遐，这个统派啊，独派啊，哦。光这是假的啦，迄、那个英语的签字啦，甲考起来，这个笔画跟原来好像不太一样。那看到故意咩啊？这个物件在这个所在这么清楚啊，还讲这是假的？那个这是有意、恶意，真正是恶意甲有意的。所以后摆这个人，台湾政府执政第一个枪毙，好不好？考嘛。真的是可恶嘛！足清楚的物件呢，安尼也有个人在网上安尼，甲恁胡作非为，甲你胡白讲。啊，无安尼啦，真简单啦。啊，无你搞嘛，无你请一个台湾政府嘛，划看卖啊，还是台湾民政府请一个划看卖啊？各位，那不是咱这阵人去甲告美国，咱哪有这张？那不是咱这阵人去甲美国协商，咱哪有这张？这么清楚，
还在那边胡作非为，后边甲恁讲，后边甲恁吐槽，啊，但是足可惜，就讲竟然有一部分很小很小部分的台湾人会去中毒，安尼嘛好啦，这干袂生病赶快啦，病菌有一天病菌我们就把它消灭，很快啦，这个日子很快就会到，他们要慢慢的期待。那时搞民政府台湾政府执政，这人一定要凌迟致死。一块肉一块肉慢慢地流，因为清朝有这样的刑法嘛，对不对？啊，你有赞成吗？有赞成请你举手。你们现在比较厉害，好啦，现在比较厉害，不错啦，不错，这样有进步啦，有进步，很好，好啦，枪毙就好了啦，枪毙就好了嘛，好啦，枪毙了，拖出去枪毙，别说那是军阀。好了，我时间未赴啊，我跟你讲，过来看看哈。第五点呢，1949年的6月15号，中国军政府啊，违反那个法则哈，实施货币改革，规定40,000元旧台币啊，兑换1元新台币。形同洗钱，没收台一日本国民的财产，一块换40,000呐，哈，以前一用一的一块，给咱换40,000，对不对？各位，台湾民政府执政，那边发行正台币，新台币要用40,000来换咱的一块，这样容易啊，哈，我说到一定做到。啊，一块正台币等于1块美金。台湾人，但是41万松死，我跟你讲，41万而已啦，我再讲一遍，只有41万。革命先行者，你我跟你讲讲看，革命先行者啦，我无叫你做革命先烈啦，先烈就翘起来嘛，革命先行者就有福可以享啦，对不对？今天小六的马上当大佬，未歹。你运气很好，啊你咧，你第几年？啊，看不出来呢，怎么这么年轻？哦，很年轻呢，很年轻，不错不错，可能吃了什么仙丹之类的。啊，来，那个第六点啊，1949年12月，那个国民政府违反法则，自1949年12月起一年之内啊。陆续将200万的中国残军啊及难民移入其日本台湾的占领，这是比赛。那你讲600万移入200万，我跟你讲过，好家仔，拢是老岁啊，农民拢老岁啊，真侪无生。啊，但是因的台湾拢是种袂歹，啊嘛真侪台湾人嫁乎伊，好啊，台湾人生活困难嘛，迄个40,000块去换了去嘛，免了我都生活。啊，有真侪人的家庭哦，都叫牺牲查某囝啊，嫁互因啊，啊，所以当然有这部啦，这部分的人，我们要给他特别考虑啦，哈、哦，有这一部分的，我们要把他特别考虑。你有看哈、哦，哇，这搞呢，这张相片搁找有呢哈、哦，这张相片你有看无？咱竟然给这群人去通知的，这群人来通知咱，各位，你有看无？这一群人来统治我们，啊，就今天都对啊，这假的啊，啊，无遐啥，啊，无遐是假的吗？你就安尼啊，啊，因讲战胜国了，所以台湾人叫因哦，非常不敢相信呐、啊。你吼、哦，我吼看到这群人，你甲讲万岁，你画一块，你我唔相信，你画我看麦。你画出来万岁吗？你若看到，你画出来吗？所以迄天吼、哦，台湾人看看，当然拢吼流目屎，嗨啦。我们的祖国是这样呢、啊，迄当然日本人哦，拢徛滴滴滴，啊这阵人来通敌咱啊，迄个啥，兵打啦，用兵打啦，安来通敌咱啦，各位，好啦，卖去看啊，看了伤心啦，过来啦，这个叫做第七点哈、哦，1949年12月28号。这个是讲征兵呢，咱台湾人去做兵哦，是为12月28号是第一天出去做兵的啦。
占领袂当移转主权，袂当叫咱台湾人去做兵啊！啊，那台湾人去做兵哦，这拢不对了。你想看咩啊？中华民国是咱日本台湾的敌人呢，因为美国人来轰炸咱台湾呢。啊，台湾和中华民国跟美国是同国呢。美国是台湾人的敌人，当然中华民国是我们的敌人啦。啊，敌人我们在当什么兵？所以呢，所有做两年、三年的人，拢后摆会当得到补偿。啊，这补偿当然中华民国绝对让讲的，因为走去金门妈祖去啊。啊，甚至走去平潭，无定因同意去啊。但是台湾人落尾爱找谁？找美国。但是美国卖讲啊，叫美国讲我夭寿哦，啊，这林某某安尼想加一个空胖，啊，我会赔死呢。所以你卖讲，先暂时卖讲啦。我写一个给你看，你有这本就好啊。啊，有这本后摆吼，万一我叫拍你嘛无要紧呢。我写一只，你拢看，你照这个来做就好啊。所以即摆毋是干那一个林志升拍死尔呢，即有三四千个、五六千个林志升安尼，安怎紧？伊若拍死我，我甲伊讲，明仔载台湾就起来啦，安尼好无？我甲你讲哦，我甲你讲哦，上可爱上歪的，戏有啥物？戏有啥物作用？戏有哪边讲起啊？对不对？我活得较好，对不对？对，是不是？阿免甲我拍手咪？好啦，我吼，因为高级班吼较轻松咧，因为这论述吼，他们讲已经死去啊。这论述咱个这清楚吼，美国人已经投降啦。我甲你讲，他已经对我们投降了。实际上，我唔敢讲我们要怎么样就怎么样啦。但是这无吼，美国伊那较搞怪，我就甲讲吼，我要告你哦。但是我甲你讲，我无得甲告啦，夭寿鬼呢？你知影美国告一个美国是非常无简单呢。律师一点钱有500块啦，500块美台币啊，美金呢？我感觉有一届吼，咱本来想讲，过来甲告一摆看卖啊，啊就吼，我就轻钱轻轻，即大人轻轻30000块美金啦，啊就行。美国讲要讨论案情可以，请你先汇30000块美金，啊就轻轻啊就汇去啊呢，啊30000块美金，我甲何瑞言，啊美国三个律师，我们来讨论的时候，来日是我写的哦。我讨论哦，要稍等嘞，伊爱先看我所写遐文章，看字啊嘛爱算字呢。啊，就先讲这个所在，伊讲，稍等，我来兵册看卖啊，伊个兵册爱字呢，讲两点钟久。啊了，隔两天我想讲，无我们再继续谈。伊讲，对不起 ，Roger， 那个30000块已经花光了。哦，这贵呢。我甲何亮，我无通摕钱呢。啊，伊三个安尼分了了呢，两点钟佫分了了呢。要想看你有钱，我通过啊。非常非常的贵呢。当然啦，我心内想讲，嘿，你这美国的律师，你都无读册，我伫读册，啊，你伫出名，啊，我都佫予你钱，嘿，全世界佮我上戆的款呢。但是我甲你讲哦，人伊律师有技巧嘛，对不对？所以美国的官司是拢很贵很贵啊！啊，这台湾人哦，你只要是台湾这块土地内底，都阿你哦，台湾独立啦，什么挖国迄款，迄种无效啦，迄种用感情啦，家己要安怎安尼画啦，安怎画，安互记者来甲采访安尼啦，啊，要为着要博夺新闻啦，小拍，我一个拍，哦，啊，新闻就足破皮的，各位，那个不是方法啦。用感情，所以台湾有真多有一批人，迄感情迄头壳是死的。你甲伊讲，伊拢不爱甲你听。我著甲你讲，台湾要独立啦，你不爱甲你听。你要独立会使，照步来，一步一步来，走正常的管道甲道路。你唔免革命，啊你免提刀枪，啊你会成功的，遮好的路你不爱行。但无要紧啊，伊无爱行就无爱行。咱较紧诶来招4000个，啊，甲41万人，安尼咱甲美国讲，你尽管爱行我，毋是甲中华民国讲哦，我们不会向中华民国要政权，
因为中华民国那个政权是耶中国政权，我们不要，那是因兜的。咱要建立台湾人家己管台湾的政权啊，好冇？您来这受高级班，上个重要就是学这点。占领袂当移转主权，流氓政府袂当就咧合法，啊，不是讲台湾人管家己都不对。就台湾人管理自己是对的，但是台湾不是台湾人的台湾，你绝对无资格讲台湾是台湾人的主台湾 ，no。你顶管要过一个厝主的，你要创啥？你爱问厝主，你要直接壁顶管要甲顶一个物件，爱问厝主。厝主如果不同意，你不能。真简单，这是基本的原则嘛，对不对？因为我先甲各位讲吼，我这绝对讲袂完啦。哈，但是讲袂完来讲啊，这本乎你爱去读《新台湾论》，你还阁无会举手玩看麦？太多了吧，袂使哩啦，一定爱买啦。粉麦食，酒麦啉，会使哩无？《新台湾论》你要做官员，一定爱有啦，因为这个内底是牵涉到各方面的迄个做论述吼。一定要有啦，啊无你吼，你事后你唔知咩啦，甲人讲啦。尤其是你做一个主管，要甲个派人要甲你谈判的时候，你没有办法谈判啦。好，这是非常的要紧。过来第八点吼，1951年6月7号哈，各位我这以前上课拢不爱讲诶，但是今日爱互各位知影，国民政府啊违反这个法则，实施土地改革，公布实行对地主不利，而对佃农以及流亡政府有利的耕地375减租条例，规定耕地地租租额不得超过主要作物正产品全年收获总量375%。各位你头家的耕者有其田，375减租，国民党是安怎做的呢？以上将这地主的土地先没收来。收来以后，30%听清楚，30%好的，已经退开，跌嘞，落底也跌嘞，分了70%才分给佃农。我拢有证据。可比讲，伊将这地主有100亩的土地，伊家收起来，30%较好的，伊家己留起来。这就是国民党的东山有遮济原因啦。伊毋是讲做生意啦，伊啥物做生意？乌白讲，375甲耕者有其田政策之下，伊用偷天换日的方法，30%摕咧落地啊，70%摕咧分啊。安尼讲，遐佃农拢真欢喜。各位，迄是剥夺我们的财产呢。过去我歪讲原因是对，因为嘛是有真济佃农讲啊，我著分，确实有分到土地，无毋对，你有分到，我们也赞成，我们也同意。问题是30%去予伊收去，所以国民党有遮济东山都原因伫遮啦，毋是伊够趁钱啦，伊是够抢啦，抢到互你毋知啦，这是国民党的做法啦。民进党伫个支持国民党，阮就非常讨厌，就是安尼，因为民进党实际上是中华民国民进党啊，伫中华民国体制之下，伫剥夺台湾人的所有的一切啊。我相信你若上过课，你就知影。唔通选举啊啦！2014年的选举，民政府、台湾政府无定动伊袂调，因为咱的人数无够。咱若有够迄一天，一定甲动掉。而且要甲美国要求政权休啊！你免烦恼讲你无能力，我告伊讲，大家拢有能力。你著照咱政府、咱中央政府的规定去做就好啊！我无叫你什么有什么新的做，免照咱的政府的规定，咱中央政府规定讲安尼，你就照安尼去做，卖贪污，对老百姓、对人民较好嘞，安好啊，对不对？所以各位，家己要有自信，我是非常有信心，我也相信咱台湾人会当做较真好的一个国度。我无讲国家，我讲一摆，咱是真好的一个国度，因为。有日本天皇在的，咱袂当讲完成国家。日本天皇除了伊相信、伊同意以外，咱还阁无讲来变作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。所以一步一步，
照起工来，一步一步来做，安尼好冇？因为时间的关系吼，因为这边十点嘛吼，所以呢，我这本哦上到这呢，剩的你也家己去看，吼、哦、你自己要看。啊，明仔呢？明仔暗时我是上迄个中国国情，啊，还佫真济课吼，拢非常的精彩。啊，即摆因为人较济吼，所以各位恁若要洗身躯的时阵吼，利用休困的时间就去洗啊，不一定讲晚上，白天也可以去洗澡，好唔好？迄、那个伫。那伫房间诶吼，拢伫自己的房间洗。啊，那其他诶人吼，即、這个后壁迄个伫迄个六楼甲七楼吼，拢开放，规全天开放，互恁洗澡，家己去洗，安尼好唔？啊，来，感谢多谢各位，谢谢。今日，今日，老客食点心。